I Radio V I P。星期五的爱散步，我们要再次跟黄姐聊天。八月十三号要举办演唱会，为什么是黄姐国？哦，因为我以前就之前看到一些社会案件啊，或是什么的，我会觉得蛮沮丧的，就是看到大家的反应会是一种，不是以爱为出发点，都是以恨为出发点。嗯，比如说，比如说像一些。有凶杀案或是什么、大家都是会想要置那个凶手于死地嘛、可是都不会回头来想这社会出了什么问题。嗯，就是我们应该要去检讨，我们要根治这个事情的方法应该就是要让这种事情少发生嘛，而不是你去把那个人杀死，对不对？你知道我的意思吗？好吧，我就讲这个了。没有，我觉得黄姐很有趣。嗯，就前一阵子我们在碰面的时候，我就问黄姐说：“你愤怒吗？”他说他超多愤怒。我超多愤怒的啊。然后，但有时候你会无奈，因为大家也都是人嘛，人本来就是会有各种不同的情绪啊。嗯、然后我就跟朋友聊天的时候，哦，算了，我们来弄一个黄姐国啊，就是上面都、就是我想买一个岛，然后建一个黄姐国，啊，上面都只住这种，就是我们价值观是一样的人，我们就不会有那么多这么多的不开心。就像俗命讲的，自由建立在尊重这件事情上面。对。然后我觉得理性真的很重要，不然不会进步。所以我觉得你很好玩，你跟我在讲这些话的时候，虽然嘴巴笑笑的，可是就是眉头皱起来，然后其实是有那个愤怒感的，超气的啊，这影响我的心情哎、欸，是不是？可是你回过头来弹着吉他唱歌给大家听着的时候，又是如此温和，对啊，就是我牵着你一起走，对啊，好妙，好妙，很奇怪哈、哦，对，所以人必须要有一个那个平衡，对不对？当愤怒的时候，你还是要有不同的这个力量，对，所以后来才在讲说啊，不然演唱会就叫。欢迎加入黄姐国，因为我相信喜欢我音乐的人，他们一定听得懂我要说什么，所以来参加的人都是我、都是黄姐国的人。所以你不见得是真的要建立一个所谓的国，可是其实就是说我们志同道合的人，就是有一个基础共识的人，我们可以大家一起聊聊天，然后一起往那个、你看这个小圈子可以被渲染、有那种蝴蝶效应，然后把这个很正向的自由的尊重的感觉去向外扩张、去影响更多其他可能不是黄姐国的人。所以这次的演唱会就叫欢迎加入黄姐国。对，而且跟过去一定不一样，跟在 Legacy 啊，哦，当然，一定都不同，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挑战3000人的场地，其实算是一个大事情啊、然后我会把弦乐四重奏，然后还有管乐、还有和声，就是都会带上舞台，就是以前在 Legacy 里面有做过的。我其实蛮期待的，因为每一次录音啊录得很满，可是现场因为预算的关系，你就会很有一种啊只好少了一个什么东西，是有时候甚至少了两个什么东西。但这一次的话，就是因为规模很大，所以我要让它跟专辑是一模一样，就是我要让它该有的都有。对，其实像很多人在有一些场合听到，别人只有4个乐手，可是为什么音乐会这么满呢？因为都是放 program 嘛。对对对。对，那放 program 就会觉得，音乐很满。可是其实对音乐人来说，就是最不愿意做的事情哈。不好玩。是不是？就是如果真的有管乐，你就管乐出来，不是要那。Program 不会出错就不好玩，你就是要它有一点点，或者是用这个电子琴，然后去设定这个音色，这样我就大家都会觉得很可惜。所以这次来真的，全部的乐器都来真的，对对对，我一定很赞，是真的。你好好开心、啊，对啊，因为那蛋宝应该也一定也是当然吧，一定要来，对啊。那还有谁会来？是可以透露的吗？还是还不行？还不行，还不行，好，还不行，我们一波一波的来，该有的都有，对对对，好，该有。好哦，所以至少我们知道蛋宝一定会在啦，对啊，因为我们合作了几首歌，对，没有他就不能演。
对啊，是、嗯、是，你也不能自己就是哎，因为必须要两个声音同时存在嘛，所以自己来会有一点好笑。我试过了。对，嗯，好，那我们再跟大家讲一次你的演唱会。好，8月13号，2016年8月13号，在 TICC 台北国际会议中心，7点半嘛，对不 对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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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晚上7点半。大家知道更多资讯可以Facebook 搜寻黄玠。不要这样啊、嗯、没有 Facebook 的人怎么办？好吧，那你就像妈妈玩 Facebook 吗？妈妈喜欢，她很喜欢看我的粉丝团。所以她使用电脑，她用手机、哦、她用手机、嗯、超酷的、啊、超酷的、欸、他们现在她的兄弟姐妹他们都会自己这样聊天聊得很开心、欸哦、好棒哦，超棒的。对，我其实每次听到这个我都觉得很感动，因为其实很多老人家他们对这跟这个世界改变太快了，他没有办法跟上脚步、嗯、所以他还可以看你的 Facebook 看大家，那他有没有说哎、欸，那个人说你怎样怎样怎样，会跟你讨论哦。他有时候叫我不要发什么哦，这样不适宜。啊，我就跟他说：“妈，真的没差，那真的没关系。”对 对, 对，他很担心你说错话。对，很担心我说错话。妈，我说真的是太不一样了，我不是刘德华，真的。嗯，我想也听过你父亲的这个过程吧。嗯，好啊，那我们今天最后就是这个礼拜、嗯、最后一首歌曲要跟大家分享，就是你跟蛋堡合作的。嗯。Party 到天亮，到天亮、嗯、再次提醒大家8月13号是礼拜几，礼拜六吧，哦，礼拜六的晚上在台北国际会议中心，黄玠要欢迎大家加入他的黄玠国演唱会、yeah、然后其实在6月9号嗯，那一天嗯也发行了新专辑、嗯、在一片黑暗之中，对，我的第四张专辑。 对, 对，也欢迎大家聆听之后上黄玠的 Facebook、嗯、去跟他分享你听的感受、嗯、很好，对、嗯、跟他分享你的生命故事，然后再从你的生命故事，黄玠可能又写出另外一首歌。 哦,、嗯、哦，有有有有有，好，谢谢黄玠。谢谢。所以不会累，约好的任务、时间和地点和事物和音乐肯定都对味。时间慢慢往前，人慢慢前往目的地，是已经把现象点上，各自放手准备，大面也大，来到一次聚会，大家把灵魂解放，也要经过地下道和圆环。说远也并不全然，秘密的派对，你可不要宣传，在那里发生的一切都是天然。我们要聊那些开心的，我们要聊那些伤心的，要聊那些幼稚的、羞耻的、好笑的、咆哮的、想要咆哮的。找一个没事的晚上，安全的地方，说说你最近工作的状况。话题跨越经纬，掏出心得和挖掘，当作探索心里的银河，你分享完了换我们要聊那些开心的，那些伤心的，那些幼稚的，那些羞耻的，我们要聊那些好笑的，那些咆哮的，想要逃掉的，还有一些鼓励鼓励、啊、还有一些鼓励鼓励。
然后就这样缓缓地把我带到新的高度，平静的像是站在灵魂高处，安全感是种全面性的包袱，各有各的旅程，终于想找你。没事的晚上，安全的地方。